在你的心里，白显公主和灰姑娘有什么区别吗？给行旅打电话，这案子我跟定了。我们费这么大劲把他给抓回来，现在一点眉目都没有，你就要把他放了？ 唯一能解决你问题的办法，就只能去这儿。你有没有听说过裸贷？你不懂一个连3块钱都出不起的家庭，怎么追求他向上的人生？你从来不会为了钱的事情发愁。我没有一天不在担心钱的事情。弃车送市，还差7步，我们就可以将军。舌战群雄。 血债，靠！你拿什么跟我保证？墨鱼说的话需要保证吗？根本就不是墨鱼，墨鱼难捉，祝你好运。就是把公公换来的样子吗？我的命就是为了换回他原来的样子吗？这种形式上的规定有那么重要吗？当我们踏入刑警队大门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只需要对人民而交代。 眼泪是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情绪。